这些年，每次我快撑不住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那个小哥哥，想起他给我编的小鸟，他给我讲的童话。我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还能再见到他该有多好。很爱过算得了什么，还不是一样的结果。很痛过拿什么愈合，请说。世界还真小，原来你叫许一人。反正你不会来认错。这就是你回来的目的吗？这只是个开始，做好失去一切的准备了吗？怎么就和好让你不撤。我听过暧昧的承诺，捕捉过暖心的时刻，我爱过光阴的交错，奈何。我觉得这个是上天给的机会。我叫李哲。如果我早点认出你，你早点认出我，我们三个人的结果会不会就完全不同？你来了，温柔了寄托，你经过扑了火，掉头走了，招惹下一个快活。你说过，如果回头，我们后悔有期。我等你改写结局，然后死磕到底，能不能带着你下的季节说放弃，都是妄语。来，离开我，如果回头，我回来了。后悔有期，直到像我的倔强，不堪一击，陷落在一场梦境，终究会相遇。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我没有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我没有背叛你，李哲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李哲。方志勇，我最讨厌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让我恨你都不能恨得理直气壮。我们后悔有期，却撂下我